你要单人房？我要自己的房。好的。还有几个？哎呦，下来喽。睡不着，我打呼睡不着，干家大家等于没休息到。下来了，他就掉下来了，不是？怎样哎？对啊，老板手就好了。哎，老板，为什么大螺丝是松的？到时候你再处理就好。你用梅花板手开就好，你那边不要。有勾的啦，差一点。对啊，那个就，那个就这个比较适合。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。对啊，就不会伤。整个都生锈了。这个猪娃娃，锈迹斑斑啊。上面。锈迹斑斑。Thank you.